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十字房梁结的打法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十字房梁结由猪蹄缩颈扣演变而来，我们可以这样用来捆东西啊，像这样。外面绳子这样从中间这个交叉口穿过，然后收紧。这就是一个活结猪蹄缩颈扣啊，拽缚绳可以轻松解开。下面请看十字房梁结的打法。首先像这样，我们啊最好用双绳，将绳子折双之后，这样从这个斜角绕过来，然后再将缚绳从上往下这样。绕过右侧绳子外边，然后再将这个缚绳绳头同样从中间这个位置穿过去啊。大家看，这是一个越收越紧的绳结啊，非常的结实牢固，一般可用于我们户外露营、临时搭建帐篷或者是农村搭建牲口圈舍啊，都可以用得到，或者是搭建蔬菜大棚，非常的实用。喜欢的朋友呢，可以关注一下，我前面还有很多种绳结视频教程。